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22:22的外国小哥哥苏诺伊。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会吃辣的西班牙人，西班牙人平时都不会吃辣，我都比中国人还会吃辣。我今天邀请了 Donny Barista 跟我做一个比赛，看看是中国人会吃辣，还是西班牙人会吃辣。所以我不小心就代表了中国，压力很大，兄弟。是压力很大，我肯定会赢的。我们今天的规则呢，就是连续吃完两款拉面，说的辣面，不能喝水，汤都不是。给你自己的吃辣能力给几分？最多十分，最多十分，那我可以打九分，那我十分。你牛，我牛，我牛。地狱辣味拉面，藤椒鸡拉面。幸好你来念，因为我这些字我是不会。是说辣能，是说辣，你中文，我中文好难哦，连中国人都说不清楚。到底是辣比赛还是中文比赛呢？中文比赛，我输了。好，走回家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款面里面有什么？有一包面、豚骨汤、芝麻、辣椒油。它上面也有字哎，就真的很辣，比我还辣吗？葱、高菜、麻笋。哇，我很喜欢吃笋。写着我好大 ，Game over。啊，这边有给你一个使用说明书，就是你应该怎么煮，然后一步两步三步四步。都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。冷漠的面汤包，葱花芝麻，好大一个鸡丁。鸡是人类最好吃的朋友，好残忍啊。好辣。哦，你刚刚在开始比赛之前你喝了好多水，我刚没喝水。好，那你先喝点水吧，我让你喝。水都快被你喝完了。我好喜欢这笋哦，这笋很脆。我好喜欢笋。哇，叉烧，叉烧还是蛮大一片的。对，试一试口感，真正是咬到那种比较新鲜的那种肉的口感。剩下另外一口，好大一块鸡肉。对啊，好大一块啊。味道很不错哎，但是好麻，已经在流汗了啊！我的一整个舌头都好麻啊！啊哦，你看我这面有多红，哇、哦，太红了！我知道现在你的脸比你的脸红。哇，你这有好多汗哦！太热，我要脱衣服啊！没办法，干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喝完了，我要赢了。你们看一下，都喝进去了，第二碗了。我快吃完了。其实我们这边在比赛的是谁受得了吃辣，不是谁吃得更快。好像我搞到眼睛去了。你是糖吗？好辣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吧，不要用眼睛吃辣，当然不要用眼睛吃了。我们在这边辣死骂死，但是如果我们是四川人，这就是开玩笑而已。对啊，这条视频肯定有很多弹幕四川人说这个不辣呀，这个不麻呀。哦，你好快哦。干杯。干杯。啊，我喝完了。水吗？你已经在喝水了吗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水
什么是水？哇，这都是可以喝水的感觉，真好。帅！大家觉得是他赢了还是我赢了？我觉得我赢了。在速度方面，我把它先吃完了。你是中国人，在中国吃很多辣菜啊。西班牙不吃辣菜。那谁让你是西班牙人呢？我妈妈。好啦，大家，这条视频就这么结束了。我是你们22:22有点爱的外国小哥哥苏诺伊。Hasta luego。喜欢我就关注我吧。谁来洗碗？你洗啊。我洗啊，我赢了还洗。大家永远都不要告诉他赢是第二声。